我二弟天下无敌，只有他杀敌的份儿，怎么可能被敌人杀呢？主公，关将军确实逼天了，头颅被吴将斩下，官兵周仓一并斩死。关羽这辈子只敬三人，其一是天，其二是地，其三是我大哥刘玄德。我大哥的仁义之心与天同高，与地同高。日后如有兄长下落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我定当前去相会。如果兄长命丧九泉，关羽愿赴九泉之下与兄长相会。云长还在，云长还在，就在关公文化园区，即日起开放受理预约，问世技改，补财库发财经，点灯拜斗，农历初一至十五建厂开放，祈求发财经，并在十五举办祈福法会，庙址在桃园市大溪区复兴路二段505-1号。想了解更详细，点击关注并私讯小编我，或者在 FB 脸书搜寻大中华关公基金会，也可以找到我们哦。